大家好，上期介绍先祖西汉陈洪和其他五位先祖，这期介绍东汉颍川唐始祖陈始。陈始年代，公元103年到公元187年，从黄帝到舜帝到陈满公，19位先祖陈渊，8位先祖陈平，5位先祖陈汤，5位先祖陈祥、陈始、陈纪。上期视频谈到陈祥官至御史中丞，公元166年86岁高龄，因为受党锢之祸牵连被入狱，因为没有政绩被免罪。第二年公元167年在家去世，终年87岁。陈祥配金氏有三子，是公遂。颍川陈氏始祖陈始，陈始顺帝第68代孙，陈满公42代孙，陈渊23世孙，陈祥之子。陈始字崇公，谥号文范先生。公元103年农历二月初二，生于颍川境喜县陈固村，今河南长阁市古桥镇陈固村。陈始是在汉桓帝时为太丘长，今河南永城市西边。陈始是陈氏历史里面一个里程碑的人物，是颍川陈氏始祖，是当时的道德典范。陈始故里有河南省长阁市老城古桥乡陈固村，另有一说是河南鄢陵县柏良镇七景村，两地距离30公里左右。陈始历任县督邮、进西门亭长、进公曹，后为文喜长，即改任太丘长。陈始一生未做大官，只是一名普通官吏，但他为国尽忠，为民尽力，做人诚信，在当时的官吏和百姓中有很高的威望。公元166年，第一次党锢之祸爆发，陈始被囚一年，役赦得免。陈始被大将军窦武征辟为大将军府院属，属于属官。不久，窦武被宦官所杀。第二次党锢之祸，陈始又遭株连。陈始幸得信任他的宦官张让相助，得以豁免。以后一旦有职位空缺，朝廷就有多位大臣联名举荐，陈始总是婉言谢绝。陈始做太丘长时，讲求德化，清静无为，百姓安居乐业。梁上金子典故出自祖先陈始。有一次，一小偷爬在陈家屋梁上，陈始召集子孙训话，大家要写好不可泄梁上金子。施公尊称小偷为金子，吃在梁上的金子。小偷闻言即下地跪拜，施公教他拐邪归正，再送他两臂肩部，从此当地再无小偷。陈始恶敏如子，以德报怨，公平处事，名声远扬。大将军何进、司徒严伟累次要受官，陈始坚持不久。光禄大夫杨嗣司徒陈丹每拜公卿就守，陈始未当大位，魁以先。有位客人问陈始的四子陈诚，令尊陈始有哪些公心和品德啊，而在天下能享有这么高的声望？陈诚说，我和我的父亲，我好比生长在泰山一角的桂树，上有万丈高峰，下有深不可测的深渊，上树一路浇灌，下树生残滋荫，在这种情况下，桂树怎么知道泰山有多高，深浅有
都孙呢？我也不知道我的父亲有无功德。师公和长子成绩，四子成臣皆有高明，父子合称三经。作为道德典范，当时异族许多百姓家都挂有师公父子三人的图像。公元169年，陈实率领子孙拜访朗廷侯相邢寿。陈邢两家相继那一天出现德星木星记载魁柱的天象。第二天太史铸成德星祭魁500年内贤人祭。于是汉灵帝派人查访，才知道原来是陈实带领子孙与贤寿父子相游于河南许昌西府。为金表此事，汉灵帝派人在许昌西府敕建德兴亭，今次德兴忌讳贬派与陈实，陈家后裔以此为荣，以德兴作为家族堂号，这个就是陈氏德兴堂忌兴堂的由来。中平四年（公元187年）8月，陈实卒于家中，享年84岁。葬于龙城。参加陈实的追悼会有30000余人，车速1000程。司空行赏、太仆令桓荣等披麻戴孝之子孙嫡者与千计。大将军何进遣使至悼死。真是陈经文范先生，先先行程以前，身世以后，文为德表，范为士则。存废莫化不良遗服。东汉文学家、书法家中郎将蔡荣亲撰墓笔和庙笔。陈实墓现在位于河南许昌长歌市古桥乡店院村。石公是陈氏德兴堂、纪兴堂、颍川堂或者其他堂号之颍川始祖。关于石公上代有不同的说法。第一，石公是陈国末代君主陈敏公长子陈渊的后代。本视频呢就是表达了这个说法。第二呢，石公是陈国末代君主陈敏公次子陈温的后代。有说法是石公过继给温公后人陈孟廉为四子。三，石公呢是陈国第14位君主陈立公之子陈完的后代。上面的各种说法目前无法定论，总之都是一家人。石公后人从东汉河南的石公到唐朝福建的陈延光，也有几个族谱有不同的差异。本视频系列按照颍川陈氏夸张族谱真相谱进行。颍川陈氏夸张族谱是民国5年陈真祥撰录本，简称真祥谱，现藏厦门市图书馆古籍部。颍川陈氏夸张族谱含有民国南阳有国谱、营销山梅谱，另有清光绪29年陈佑文编辑的颍川陈氏族谱集。石印堂石印本佛冈陈氏族谱等等。在河南省永城市太丘镇有陈实公园纪念陈实。陈实娶钟氏、又李氏、甘氏，生6子，即魁、洽、辰、信、光